英国的托贝航空展一号在海滩边盛大展开，英国的红箭特技小组也亲自打头阵，带领一堆古董飞机还有直升机进行了许多空中表演，相当精彩。新闻最后也带您快来看看，同时感谢您今晚的收看，我是海文，祝您顺心平安，晚安，我们再会。